风有点越来越大，大的过分了啊！再这么大的吵死了，车也太晃了。刚刚越来越冷，越一直添东西，手套。你看都是很舒服的，这也给大家一个提示啊，穿舒服一点，保暖又舒服的。但最后实在不行了，头也冷，帽子还是不行。戴了帽子之后呢，局限你这个。对吧？你脖子动不舒服，回头躺着压住衣服之后，所以就戴了这个。